Entiendo, bueno. Okay, which organism carry out a sexual reproduction? Based on the diagram below, state the process X. Fertilization.
Anda
ไปแล้วก็สตันดาร์ดจะอยู่ทั้งหมดแล้วนี่ค่ะฉันก็ฉันก็เลยแล้วซึ่งเป็นกว่าแล้วThank you.
vivos en tu papá. Lo que es su papá. Lo que. ¿Cómo se llama? ¿Qué es eso? Vagina. Scrotum. Protect testes. Stamina. Testicles. Soul spoon. Thank you.
yo la escucho a su mamá. Ya.
What did Dan from now recite? Will it be to get control? What did Glenn? Can terminal what it calls pennies, but to scrotum, but oh. Semi vesicle 是前列腺。嗯，只是我不是。Semi 呢 ？Vesicles。不。我是单单的。不对，那管真的。总之，你看到什么 duck 什么 duck，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tube 来的。OK， 我们没有用 tube 这个字，因为太普通了，我们就用 duck。从科学里面也可以学到 bombastic word。这个，Urethra，OK，那 Urethra，OK，P 它是指这条线，所以你的眼睛看是不是只有，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嗯。哦，它指的是这条，所以这条管叫什么？这条管，那条管哦，管，那个什么 tube 啊 tube 啊 ，sperm 的哦 sperm， 哪里有这个？旁边这个叫什么胰脏，这个叫 pancreas， 然后下面有一个
囊啊，囊啊，一个囊 ，bladder 就是囊，囊。知道那种药啊，粒粒的药啊，啊，那种胶囊，就是像这个这个囊，就是这一个东西才叫做 vesicle， 这个呢才叫做 seminal vesicle。你看到，你看到跟 bubble 粘在一起的，有这个管道跟 bubble 粘在一起的，然后粘着 testis 啊，粘着这些东西的，它才是属于刚才我们学的东西，上面那些不管事的。啊？有读好了，有读好了。有吃了。有吃了。A Q 是 bladder 了，其中一个胶囊，还是 scrotum， scrotum。OK， so 这个叫什么？这个，这个给他一个 z， 这个叫什么 ？z 叫 testis， 这个 y， a， OK t， butthole。吧，后面没有错啦，但是我们教好听一点的名字。哦，大便，屁股动着 M。为什么是为什么？嗯，如果你会写，你就写 N 字好不好 ？OK，N 字这么容易记。OK。State one important function of organ S in the production of zygote. 它的 S 呢，它这里写 S plastic， 它写 S plastic。可以吗？这里它，我们当做它是 scrotum， 当它是 scrotum， 当回它是 scrotum。Yes, protect testis。如果是 testis 的话呢 ？Yes, produce sperm。不要进你的胸口，我们还是在男的，但是进回你的。一直讲 sperm sperm sperm，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的课本已经学过了。一条虫的意思。一干别的。对，就是一干。又要画，这样子吗？你加了个眼睛，天就像我们今夜。哎，这里的表情可以听我讲话的。好了，你是笨吗？哎，还没有画。嗯，我要画远一点哦。你家 label 吗？有。他也有的 label， 他不是一个 sperm。我画远一点。科学家检查气管呢。嗯，他们也是一个。哎，有的雷顿，这个它呢，就是它的头，嘿，这是它的颈，那，这是尾巴，又在加在原始状态，这个就是它的结构，就这样，有必要雷顿吗？Head 呢有什么啊？它的头里面装有 nucleus， contain nucleus， 这样都可以找出来。它 contain 什么 nucleus 呢？有男生基因的 nucleus，
有课不就是男生亲？难道男生的尸体里面会有女生的基因呢？就一定是男生的基因吗？Genetic information 有他的男生有基因在里面。Carry。OK， so 他的 tail 呢也是有作用的。人家 sperm 呢不是靠头来走路，是靠尾巴来走路。跟鱼一样游来游去。Tail 呢 enable the sperm to move。To move and swim faster。没有 faster。他给他动，给他游。对，这个就是 sperm。说的 ，sperm 的唯一 function 呢，就是它的内按钮有讲，内按钮 function。sperm 啊，它就是 fertilize an ovum to form a cycle。它唯一用处就是跟 ovum 在一起，就是飞。Smaller cell 就是 sperm。Smaller cell。对。我们来写一下 sperm 的 characteristic。第一个，它可以动哦，能够 move。Okay， 然后。是一个 male 的，你不要小看这些 characteristic 啊，觉得是 logic 的东西啊，考试他会问啊，然后你是两个都有分的。correct characteristic。please， 来看看。什么特征？它有什么特征？因为它可以动，然后。它是一个 male gamete， 还有它是 smallest cell in the world， in one male body， 然后它是谁制造出来的？谁制造它出来？谁制造出来的？produced by， 哦，它是 yes。当一个男生他开始生产 sperm 的时候，大约14、15岁的时候，大约正好才今天 ，OK， 12、13岁 ，OK， 通常是13、14 years old 的时候，嗯，当他们开始 produce sperm 的时候啦，嗯，这个叫什么？这个阶段叫什么？这个阶段叫做 puberty， 这个阶段叫 puberty。他一开始 produce sperm， 他的 puberty 就开始了。puberty 就是发育期。女 girl 也是一样。girl 也是 puberty 发育期。So for male 呢 ？For male puberty 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变化？发育期的变化。这个也是它特征。什么？这个不是 sperm 的特征吗？嗯，有什么变化？那需要。就连续的变化。反正我这样。这个。变成一个故事。变到另外一个 topic 哦。什么？要 topic 吗？你写啊，全部都写。反正我写，你也写啊。我要用确定用什么卡乐吗？天气变暖了。第一个，男生发育期怎么改变？第一个就是 produce sperm， 他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一个
东西发生了，什么东西发生了，开始从第一次出来开始，哦，他会出来，我们就是讲他发育期开始，你不会跟人家把他好像讲他吊在床上才知道是发育期开始，当他的身体里面开始细胞出来了之后，就是生出来，他就是开始发育期了。那时候当然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啊，自己都不知道，嗯。有外部特征，他们才会有喉结嘛，喉结就是有突出的声音哦 ，horse sound， 是 horse sound，horse voice not sound。嗯，然后才会有 growth。然后也会有一些不不毛没有这样不嗯 OK 嗯嗯，会有新约？有啊。没有他有没有写的？没有写。不懂，约在里面吗？要写就很少东西，学校不给。Mustache 很难 spell 那个东西。是 mustache 不是，毛没有，但男生的 puberty 就这样啊。可以直接打女生的，要画大概一点吗？不用太大。绿泡大对性分泌器官你的好像比较多东西背哦。有确认就这样。嗯。它下面是要玩的呢，还是？你马上。这个小虫酱，好呀。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子宫，你的子宫，嗯，
就是你的 pay time， 然后会讲 I got it and buy it。 然后他这支管道，他也是有管道的。 这个管道就叫做Belo边球，差点喝太短了。好啦，华语管道。 那个是做嘛？他们讲完，他们很聪明，他们脑部分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另外一个月是这里来，对，这边这边来，你来了之后啊。 你来月经，第三，有那么久了吗？有一个 oven 会在这里，你来月经之前，送他七天啊，送他七天，七天然后，他会，你 oven 什么叫做收孕期跟人家就讲不安全期，就是你的你的，当你在欧文在这里的时候呢，欧文会换位置的，他会慢慢这样子从这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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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样很危险的。那我们讲 K 影呢？哦，就已经成型了那时候。O 跟没有关系。X Y Y。你看，你要写出简单的版本。狼形针。多一个金头夹。代币。嗯。哦，阴阳人。他讲是哪一只？女生的话是 44 plus x x。嗯。但是如果你 x x y 的话呢，就是你又有女生的荷尔蒙，你又是男生。哦，阴阳人喽。他们也是靠来阴阳人的。他基因为什么会躲出来？明明你身体里面就有那么多。他只有 44 pair 加 1。所以他少了一个东西。这个女生呢，她是不健全的。我不懂怎样，我忘记她的病假了没有？等我进去了先。什么情况下他会生出多一个？基因。通常是男生弄的，因为只有分会改变一个人的基因。不还是如果生到四十五岁来说的话，但是是你自己提供四十五。那 OK。好难啊！对，刚才哦讲到这里，送呢，它是被跑进来这里，哦，是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然后它的头呢就会插进来，好像打杂这样断尾，断尾。同时会这样整个插进来。它的洞。当它一个抢到了之后啊，这个欧文很聪明的，关起来。哦，关那个洞。它是关那个洞还是？嗯，好像是去第一个就是去第二个就是那个 video 那些不能理解，就是 video 看一下。哦，卡顿的。哇，谢谢。我的。是他跳在游泳，他进去他的 cervix， 等下我们要去的，这个是我们的头，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头。那你讲，看有一些人讲他们的精子是很差，
哦，一些人是油灯，还油灯，然后是猪的不白了。Next, half of the sperm head for the antifallopian tube, while the other half swim toward the tube containing the unfertilized egg. 他在找着，还没有 fertilized 的 ovum， 他们在找着，找不到的话就掉出来。听到吗？ 300 million 剩下 few thousand。在你的 fallopian tube 里面剩下 few thousand 吧。全部死在这里，差不多死在这里。但是它不会残留吗？这是什么？羊角呀。啊 ，get trapped by the cilia。cilia 呢，就是我们子宫里面有一种毛毛，有些被缠着死掉。我们外部的毛啊？不是外部毛，里面的毛，里面的。对对，它你大大的 ovum 在哪里？哦，会变得更加兴奋。这里的 sperm 是很厉害的，哦，它的头在哪里？它这样，它这样像毛个蛋吗？没有，因为这是一粒来的，不是？它这样小粒的，它在找头，它在找头，头在哪里？全部人都在找这头。它在找它的头，它找到头了之后。他找到头了哦，他插到进去的话，他就成功了。他进来了，他的内也进来了。他的不能了，他要 detect 到里面才算啊。他赢了。只有完全包住了之后，他才会拒绝其他的那些男生，拒绝其他的 sperm。那如果同时两个，不可能。其他人也在试这个，进不去啊。释放一些东西出来，我有 sperm 的那种。我去啊，他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吗？找，怎么看有没有另外一个？全部进去进不了。就是他带来的基因，从他的尿布在黑上面，释放出来。这才有点恐怖性。他就释放出他的基因。从，先进去跑活动。就是你多加一天，然后涂了一下，哦，一起加。你的子宫腔调不出来，没有你的那个什么就可以。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掉出来？不是按照理来讲，正常是应该掉出来的吗？不是只会 produce 一次。它 produce 一次。一次吗？
那酸浆横冲直撞，要说就说，我们女生是慢慢来的，所以有时候一些血块呀，可能就是你偷偷买的，肮脏的。就很多次的血块。 那如果他们讲那很黏黏，懂？嗯，你没有来过？懂？我没来，就是很好笑了。你这个，OK，这里还有位置写。 哎，不是的，刚讲。那有开起来。 动了。那个膜呢？膜是哪里？处女膜，天哪！处女膜啊，就是成，现在这里的，哦，那些血就出来了。你的月经量出来。 其实啊，你讲太，为什么会有血？为什么那些人讲啊？因为他们做了还没有学出来，他不是处女，他不是处女，他没有学的，是说有一些人有电视机，有一些人。 大部分人你都脱了之后，对，还有血可以出来，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血还留在，是清的，其实他存的血不多，所以就算你处女膜捅破了，你这一层所谓的垃圾膜破了，没有血不代表还不是处女，可能是你们男生见识少，OK。 不讲一些人天生没有，嗯，天生没有的话，应该是撕裂了，然后有时候做一些剧烈运动把撕裂了。我们的月经呢，其实就是这样子，从这里已经足够出来了。很多啊，丽嫂，已经够了，我这一洞。所以啊，有一些男生他们会想，我们。 做时候不要怼环境，我们怼一点点，他们是不会怀孕吗？他们厕所不能还可以送去吗？所以我讲他就是懂。比这个小几倍，全小的东西，都还过不了。而且还而且。定能吗？定能吗？我。 代表你能在处女膜不破的情况下怀孕。处女膜不止处女膜不破啊，外侧没有带 condom 外侧 ，OK 啊，射在外面。有一些人他们是喜欢这样的，就是做了然后射在外面，射在外面。但是你怎么能保证你在做的时候啦，你没有带 condom 吗？你没有纸巾？你怎样保证？ 嗯，有时候会这样子，这样子，就是无意中进到去的嘛。然后就定就够了，来这里就够了。你像学校老师会科普这些吗？这叫三角还害羞？华人。
太保守了。 哎，这个东西就叫做文章呀，你的大概。文章呢，你讲呢？文章呢，就是。There was a special mention. Spawn呢，它也是在一个水状的地方。不然的话，进不去。你收到它就死了。你收进来呀，你没有及时把它放在一个有水的地方，有特别温度的地方。这个是。它有你把它塞在水里的话，你还可以看它动了。 我觉得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他就是一个管道，就是两个人。嗯。是什么？再讲。女生的欧文长这样。我对他们的character是这个什么？ Body part 吗？ 他们，什么body part都没有，他就这样的。他是，他呢？你看他是圆形吗？那是round shape啊，3D的round shape叫什么？3D的round shape叫做sphere。哦。我的combo，sphere。嗯。它是spherical shape，圆形，3D。OK。2D的话叫round，3D叫sphere。 然后他自己的 nucleus里面呢，也是有genetic information的。嗯，都可以。嗯，有。那 nucleus里面有。
think of the commercial listing. 他不会动的，他等人来，等人来，或者是被送出去。他掉出来的也是，其实他是被送出去，他自己动的。哦，因为谁在那个东西？哦，是吗？对，not able to move。然后他是谁produce它？ 哦，保定。本朝，欧布利。天吧，这华语很能力降我好像。是啊。这我看人家要 baby 要好几次都要不到了。Characteristic。 Unable to move. Not able to move. Female gaming. Nato. 这比较正常是脸挑战，看到不敢看的。是，应该是因为昨天有弄鼻子，那你要拿了，你都没说弄。弄整条。哦，能量，要涂药，吃药涂药，我才能停在药那边，看自己什么情况。哇。我上面是外。OK。 女生通常呢，十到十岁，10到12岁，10到12岁，12到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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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我忘记，因为我看到有动 AAP， 第四，你不要看到有动就看。Ovulation occur。还有吗？你的大本书，第二题还有第三题，第二题，数学变，老师，本书变。Name the flowing organ. Bunny. 现在的老师都喜欢放羊。Fallopian tube. Ovary. Uterus. Cervix. Vagina. Can be provide one consequence is a holder to a woman if she does not have organ tube. Look on the ovary, the one. Can produce.只有一个东西可以，you carry urine, you carry sperm.
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说要尿。嗯。那个urethra。Uterus 是男的还是女的？哦，是男的，是女的。Uterus 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女的。Uterus 是男的。Ovary 是男的女的？女的。对，就是男的。Organ that produces ovary is ovary. Organ that produces male gametes.A female organ that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uterus. An organ that produces ovum is testis.是不知道在听到你。嗯，那就不行。嗯，你听。